日我哋時事中文講過尖尖尖尖，你知唔知咩部首嘅咧？即究竟是小的部首啊，定是大的部首？即你知唔知佢從咩部首啦？一小一大，係啦，有大有小，一小一大，二分一機會。嗱，上面小，下面大，所以就尖啦，即個形狀是會形的。係啊係啊。咁咩部首先？從咩部首？會意字尖。一系小一系大嘅啫，我估系小，啱，系咪啊？系啱，亦都谂翻落今日、琴日财政预算案，有尖喎，点尖咧？拔尖我哋又，拔尖，用1.5亿去拔尖，再嚟，拔咩啊？喺所有大学嗰度，用1.5亿啦，即系会4年之内投放呢个金额，搞乜嘢咧？去。希望打造即係幾多個又好啦，即係希望有一個啦。總之就港版嘅 Facebook 教主一點朱克伯格係啦，港版香港可能都係姓想揾港豬啦，朱先生嚇唔係啊嘛？1.5亿你點解啊？點解咁嘅樣啊？你知唔知 Facebook 教主點嚟噶？講嚟聽啊 ！Facebook 教主咧就係佢細細個唔係佢細細個就好似何俊仁咁噶啦。就是成日及女、Facebook 的最初用途是知不知道？可能很多人都知道，就是用嚟比拼學校裏面呢、這個女仔靚定嗰個女仔靚啊嘛。相嚟噶嘛，睇相先噶嘛。呢、這個靚啲，跟住嗰個就輸咗，跟住再呢、這個女仔靚嗰個靚，嗰靚啲咁，即係寫咗個 program 做呢樣嘢，所以先叫 Facebook 噶嘛。冇錯，係咪？係 album 先噶嘛，即係譬如好熱。不如你擺落去咁，譬如你讀 Harvard 的話，咁你擺落去可能你可以。即係過好多關咯，然後就係咪又衰咗咁樣？係啊，Facebook 係咁嚟噶嘛。當時朱克伯格係即基本上係同班 friend 及女，冇錯，即係玩同埋貪得意，貪得意。即係如果何俊仁後生翻40年，佢做佢琴日喺議會講嘅嘢，就有機會做到。Facebook 都未頂嘅喎，係咪啊？即係到時 Facebook 個 logo 唔係再係個 app， 係幾多隻白鴿㗎啦？可能就係咪即係完全可能係咁樣㗎嘛 ？Facebook 唔係咁樣做出嚟㗎喎，財爺。係啊，佢邊個讀書佢知㗎喎？佢諗住投放啲資源，即係佢話而家喺所有大學啦，即係包括科技基金，跟住港大、科大、中大、城大、理大同浸大，又唔知點解冇咗幾間㗎喎。真係古靈精怪。係，咁就喺嗰度揀啲 IT。是不是因為那幾個都叫電腦？有電腦系啊，有電腦室咯，我懷疑。電腦室個個都有。電腦系就唔知道。唉，不過我以為你講一小一大呢個尖字啦，你係講緊咧，即係有大有細嗰啲家長咧，就唔係好高興，因為你呢點你都係有啲失望噶嘛。失望。你扁嘴啊頭先。失望係啊，失望。點解扁嘴咧？都冇呢個子女免税額啊嘛，係咯，又話有少少失望。又話鼓勵生育嘅。係咯，我。其實我可能有啲期望嘅，即係我諗住，因為財爺之前都放風話會有父母免税額嘅，即係佢話咁，我估佢以為係幫家庭啦，即係因為父母子女都係一個家庭嚟噶嘛，都係一種即係開支或者負擔啦。係，咁所以我都即係咁講，不如何俊仁咧點啊？我意思係，不如何俊仁咧？我記得佢成日做訪問嘅時候話，佢會同兩個即係幾個仔咧，成日打機嘅一齊，即係都有接觸真嘅電腦產品嘅。咁我覺得佢應該可以翻到去試下同屋企人交代，睇屋企人接唔接受。其實爸爸咧，尋日咧睇呢啲嘢咧，係因為啱啱聽到或者預先知道會有呢個拔尖計劃，諗起 Facebook 點嚟。所以就要去睇女仔啦。幫你揀啲相先，唔係即係等你知道哦，原來而家揀相應該睇呢啲嘅，因為呢個港版啊嘛，港版就要睇港女啊、中女啊，即係中國女仔或者日女啊咁先得嘅。咁你先可以做到即係港版 Facebook， 可能咁樣，睇下佢屋企人受唔受先咯。佢屋企自己兩個仔出嚟話：係啊，我哋而家翻屋企都會咁樣睇㗎啦。咁樣我哋有機會拔尖啊，攞到億幾啊咁。起碼就攞到億幾添。係啊，對內同對外。對內試咗先，知道，係啊，先至對外去比較好咯。